Thank you.
Thank you.
想不要。来这边这边。他害羞。哦。什么？对吗？好，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一个小小 PK 时间。宝贝们，把那个头颅搬过来好了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跟粉丝现场一人会有十支箭，叫头箭头。我们大家已经先就是进来了，被我们就放在这里。对，然后把先拿起来，各数十支，我们的女神，我们的红墨十支，我们的十支。来，小姐姐，这个箭第一开始，我们要这边握。现在他们站在标准的位置，就是在我们金厅的旁边。来，十支给他，五十支，你只要比姐姐多，你就赢。好了，请开始，直接丢，不然还要给你热身吗？再轻一点，再轻一点，对。
腿特长的，你是长腿型的美少女，腿巨长。来，我们要跟我们腿巨长的弟妹举手，来自己选一位骑士，就你了，蓝色长腿。还是这是你的。接下来呢，
小宝贝好可爱。好的，再度呢，谢谢我们的毒药女巫，谢谢，先稍作休息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那个其他的桥段呢，还有粉丝互动时间，也让大家继续可以玩乐起来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了那么多辣妹，又有真又有舞者，接下来看一下，马上知道了，遇到了丁丁老师，好多事情之后呢，我的闺蜜们都很辛苦呢，真的是上心，真的是刘丽老师真的是不得了，虽然说天气还是有点风，但是还是蛮热的。
球很难吹。我都台上有自己兄弟的，他们尖叫吗？有一年是头脑，如果你的肺活量、你的体能不行，你怎么跟人家拼到天黑呢？每天天黑，天黑黑，每天没亮，你就给他出来走。你不在贵府的，你通过你破病啊？我觉得是第一位卡在不会。再拜，三拜。太可爱了吧！好了，我们的美少女可以协助保这件事情。如果你真的有困难的话，动的怨念，你已经。怒气激发在你的气球上，你对他没有什么怨，你就把气球捏爆了。两三九内，老师的音乐好舒服啊。他们好像在牛羽毛球。不行。拍照一下，再看看。很有，很有，很有。我发现了，你们这两组比较含蓄，比较温柔。亮亮很想帮他吹，对不对？很想帮他拼的，看来我们现在第一组剩几颗？结束了。对，来，帅哥组跟怨念组得到一二名。来，加油，我们的龚靖南。哦，谢谢。来，请麻将。